NBA 篮网球星杜兰特本周两战共出赛85分钟，坚决不为输球找借口。NBA 湖人主帅沃格尔分析，詹姆斯改打5号位置，反而能让外围的协防轮转机动性更高。NFL 海盗总教练亚瑞安斯表态，明星四分卫布雷迪就是今年 NFL 例行赛的最有价值球员。英国甜心拉杜卡努确诊康复后复出，结果竟然第一战就出局，缔造生涯首度职业巡回赛零分。大学美式橄榄球总决赛最终由乔治亚州斗牛犬队获胜，成为新一届的全国冠军，并在赛后受到粉丝包围，疯狂庆贺。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